老包，我觉得这李建安这么着急的搞土地建设，就是冲着你来的。你看啊，咱那时候盖超市的时候，多占了3亩的宅基地，他一直在心里记着呢。但是也不光是冲我吧，我觉得他是冲老赵家的村民。你想那会儿扩大蔬菜种植，老赵家的人谁不挖空心思多弄几块地啊？ 25村东头那3亩宝贝疙瘩，那不是一手一脚从荒地里开出来的。这要搞了土地清理，那地还能是二叔的？所以我觉得李建安啊，他搞这个土地确权，为什么？是要攥住老赵家的村民。那可不行，你得想想办法。不用我想，孙书记已经说了，现在搞土地清理，这不是激化矛盾吗？ 孙书记的心思是啥呢？是先把民宿这块抓起来。这看得见的山，看得见的水，而乡愁是否浮现了要收获的秋天，喜悦的笑脸。 先别怕磨剑，用双手努力的实现。这温暖的味道，最好的招待。你过好才来，要熟悉的味道，才不会健忘。 一下本月营业额是38220，刨去成本和上交村里的，咱们的利润是1万多，挺好。就一句挺好啊。哦，还有，恭喜你，终于会记账。哎呀，我们要发财了，你赶紧给我涨涨工资，涨涨工资，翻倍翻倍。剪子，这人怎么这么扫兴？明明就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你倒不扫兴。 工资翻倍，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！你自己说的，我的工资是跟谷仓收入挂钩的。现在我们的利润都已经到了1万多了，那给我翻倍是应该的呀。刚说完恭喜你，学会记账了，合着你这只会算自己的账啊？啥意思啊？你以为这谷仓就你一个人在经营啊？你看咱这个民宿，咱这谷仓本来就是村里的公有设施，你的工资呢？ 还是先维持现状，好吧？就总而言之，就是说，你的工资咱们计入经营成本，产生的利润呢，咱还是应该得交到村里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挺高兴的。我觉得现阶段咱可以召开村民大会，号召家里有条件的跟着咱一块办民宿。会有村民跟着办民宿？怎么不跟啊？能挣钱的事儿，好事儿谁不跟着谁，对吧？嗯。 乡亲们，通过谷仓啊，这1个月的运营来看，咱们村以及周边村的优美山水和咱们这个新鲜空气，是足以能够吸引城里的游客到咱们这儿来旅游的。他们到咱这儿游山玩水、登山、钓鱼，我们呢给他们提供这个住宿、餐饮，取得合理的报酬是可以的。啊，关秘书记，那你那个谷仓这个月挣了多少钱啊？ 哎，我昨天刚刚算了一下，净利润超过1万。哎，我的天，这么多！1万呢？小姐，那这一年下来还不少赚呢。相信未来会更好吧，因为这毕竟才第1个月嘛。动员动员你哥。我1年我都挣不了1万。所以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，也就是想说，谁家这个屋子宽、院子大、家里有条件的，大家可以先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，把这个家里改建改建，只要能够符合接待游客的条件，就可以跟谷仓一起。 啊，增强咱们村的这个民宿业，咱们一起来多接待这些游客，好不好？孙书记，那照你这意思，这办民宿还得我们自己先掏钱呢？对呀，有钱呢。那你要是想要把自己家的院子改一改、建一建，那你总得先拿出点钱来改造改造吧？不是要办这个民宿，照你那么说的捯饬捯饬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你是说我那个谷仓吗？啊，对啊。 我那个是，因为院子比较大，本身也不具备居住条件，所以呢，增加住宿房间，包括买了一些新的设施，七七八八算下来，应该是10万冒一点点头。10万，我的妈！妈呀，太多了！10万，谁家有10万？我给你算算啊！你看我掐着给你一算，一块豆腐卖多少钱？一块豆腐1块钱？2万都没有。孙书记。 别说10万了，2万我们家都拿不出来啊！就是啊，大家先别算了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毕竟谷仓呢，它不具备居住条件，所以改起来比较困难。而你们的房子呢，都是现成的，就把这个屋里边稍微改改，院子里小小装修一下，啊，就能节省不少，花不了那么多的。花不了那么多，那不也得先往里搭钱吗？对呀，这钱花出去，那能不能收回来还两说呢。 孙书记，这我们家真的很困难，一点余钱都没有啊。孙书记，有没有这个不让我们拿钱，然后就把民宿给开起来的方法呀？哎，对，好，这不花钱是最好的，对吧？有道理。那得有多少钱呀？辛苦了。不是这个事儿啊，我想我还是得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，不管干任何事儿，咱们都得先投资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民宿啊。 是一个产业，那你做产业怎么能不投资建设呢？所以啊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好好考虑考虑。哎，大唐，你们当初做那个揭秘合作社，村里不也都每个人拿了这个集资款吗？那些困难户可都是免的，那赵丽英他们家就免了的。李秘书。 你什么看法？哦，孙书记，通过你这个谷仓1个月的接客情况来看，好像这个办民宿还是能赚钱的啊。只不过是咱们村啊，这比较困难，缺乏资金。哎，你能不能跟上边申请一下要点资金呢？对呀，孙书记，之前有一届这个书记呢，为了给我们村修路，都是跟这个市商业局要的钱。哎。 孙书记，那个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意见啊。你看，咱能不能您跟那个你们那个报社张张嘴儿，弄点这个赞助也行啊，是吧？这个可能你们也都不是太清楚，是吧？现在这个纸媒啊，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不仅仅西海市。 全国上下所有的纸媒，都是这个状况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，所以说即便提，肯定也是拿不出这个钱来啊。不是要我说呀，还是智能部门的人当第一书记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自带资金，自开外挂，想要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？哎呀，我就跟你说，就那会儿吧，就应该在财政厅给咱弄过来一第一书记。没错。 姐，咱就随便拨款，想干啥干啥，对，没错，想要就没有困难，是不是？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，真不是？胡说什么你？那什么财政厅胡说八道的，一天天。孙书记为了咱们村的民宿业呕心沥血。哎呀，那个孙书记，来来来，给你说话点吧。你往心里去，我这就是不。 不把门对跑火车，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。我想说办民宿好，那个我们家小店就同比上涨了30%的营业额，办得好，办得好。我那豆腐也卖了好几块。谷仓办民宿对咱们村蔬菜也有好处，光谷仓这一块就占了上个月蔬菜销售的10%呢。啊，你看，主要是俺媳妇经营的好。行了，我家的鱼也没少卖。行了，今天反正开这个会呢，意思刚才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想想、考虑考虑，这个民宿啊，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给我们村儿带来一些更大的收益？如果有条件、有想开办的，就随时来报名。我一定把我的这个改建谷仓的经验跟大家一同分享，我也把我那几个拿手菜啊，也都手把手的教会大家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现场报名。哎，大家赶紧踊跃报名啊！欢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没钱说啥不都没用啊？没钱啊，啥都干不了。 行，反正呢，话说到这儿了，大家回家再好好想想，好吧？别愁了，喝茶。到现在还是没有。 来找你报名的？没有啊，一家也没有。看来李建安说的对，想让这些村民们掏钱办点事儿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你找上头拨点钱，你不是手眼通天认识那个于书记吗？找他要点钱嘛。我什么手眼通天？我跟于书记。 统共就见过2面，还是我厚着脸皮硬贴上去。再说了，咱们这村也不是贫困村，又没遭灾又没遭祸，这既不符合条件，也开不了口啊。反正我只管把这个谷仓经营的红红火火，这样我的车贷就有着落了。他们那些人不办民宿啊，这样也好，没有人跟我抢饭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还不稀罕他们办呢，对不对？徐书记啊。 你这种吃独食的思想啊，真的千万不能有啊！我当初把这谷仓费了这么大的劲改成民宿，我就是为了想先做个试点，竖个标杆，才这么做的。想带着大家一起上，这不能半途而废啊！是啊，你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上，可是没有人跟你一起上啊。没错，问题肯定不单纯出在钱上，还是工作没做到位。明天就先找村里2个条件最好的带头先干起来。 二叔的老宅呀，这是最好的。大晚上的喝什么茶？不睡觉了？二叔，在咱们整个后石沟村啊，就属您这个老宅最大最气派，不光房间多，院子还宽。现在呢，就只住着您和新龙、喜春3个人。 您如果不把这些空出来的房间开个民宿，这简直太可惜了。孙书记，喝茶。哎，谢谢。啊，不用。二叔啊，您这房子简直就是现成的，尤其是您再说句话，老赵家随便来几个人，把这屋子里边改造改造，院子里收拾一下，这民宿就开起来了。您考虑考虑。 哎呀，孙书记啊，你还不知道我们老宅的情况吧？我老了，不理事了，现在八弟是当家人，我把前院的钥匙都配给他管了。办不办？你找他说去呗。二叔，虽然这阵子您没怎么出来说话，但是大伙儿都知道，老赵家没有一个人把玉玺。 当成当家人看的，八弟认为他是他就是呗。你去跟他说说看，只要他同意，我这没意见。跟他说说看，嗯。来来来啊，都轻拿轻放，都搬老宅去。搬完之后，我请喝酒，就当给我暖房了。好嘞，王叔，好啊，晚上喝点。奶奶，您看，就您出去这一会儿，他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。奶奶，咱今儿搬新家。搬家呀？搬哪儿去呀？啊，您先坐了。是啊，搬家哈，真好，搬家好，搬家好。哎呀，奶奶，坐吧。 奶奶，那二哥在老宅里面住的好好的，他搬进去不是成心挤兑二哥吗？怎么能是成心挤兑二哥呢？是二哥主动把钱上的钥匙交给我的，让咱住。他说他以后只住后院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老虎不发威，都把我当病猫呢。我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逮着这机会，必须好好把握呀！我必须要住进赵氏老宅，堂堂正正的当咱老赵家的当家人。支持他。 支持他，听见没有？四角赵五，俺不去老宅住去啊！俺的东西一件都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太奶奶。那八叔就搬您的。搬。赵五，我记得上次你爸说是你给送进派出所的吧？你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搬进派出所，搬老宅也行，反正他的东西一件都别留，全给他搬走，让他到那老宅当他的山寨王去。哎呀，奶奶。 你看，您不搬，桂兰也不搬，我一人搬还有什么劲啊？多不方便啊！到点儿还得回来吃饭，吃饭美的你没有？谁让你回来吃饭的？以后你过你的，我们过我们的。哎，你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吗？对，要休了我。对，俺们娘俩好不容易清静清静。桂兰，这不记得你咋来的？兄弟了，都在，不是这是干啥呢？这是这小兔崽子作呢，要搬家他。搬哪儿去啊？ 他非要搬到老宅前院去，人二哥在里面住的好好的，你来的正好，好好教训这小兔崽子，你就你不生气，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说啊！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来，你跟我来，快着走，跟书记走，小兔崽子你。再来一首，那我们还搬不搬了？哪儿搬出来的给我搬哪儿去啊！哦哦哦，真是。你说你现在在这儿住着多好。 搬到老宅去住有什么意义啊？要我说呀，老宅条件好，空屋多，应该拿来办个民宿。一来呢，可以增加一些可观的收入；二来，还可以让你有一个持续住的一个事儿做。我有事儿啊！我说的是正事儿，就是正事儿啊！我是老赵家当家人啊，我代表他们说话，我指挥他们做事儿啊。其实你应该也知道。 这个当家人，他就是个虚名。你平心而论，你觉得你现在能代表得了老赵家人吗？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想代表他们，那你得干出点实事来，让大家都服你，是不是？孙书记，如果我这个老赵家当家人是虚名，那您干嘛来找我商量在老宅办民宿的事儿啊？玉玺，我也不瞒你。 我之前呢，是先去找二叔商量了商量，他说了他没意见，然后让我再来跟你商量一下。瞧瞧瞧瞧，连二哥都让您找我商量，这还不明白吗？那我就问你，你现在支不支持我办民宿这个事儿？孙书记，其实，在村民大会上您第一次提这个民宿的时候，我就想第一个站起来响应您的号召，用老宅办民宿。那就是说你支持？当然支持。好。 太好了，玉玺，你看啊，这老宅跟谷仓门对门，以后我的这个谷仓接不下的客人，我就近分流到你这儿来，近水楼台。也就是说，你这民宿一开业就能走上正轨。对对对，孙书记，而且我在老宅办民宿，咱俩还能老照面呢。这叫守望相助。对对对，孙书记，您同意罢免李家，让我当村主任，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啊。 不是玉玺啊，你想当村主任啊？我这也是一步一步追求更大的进步嘛。李建安被罢免了，那我就是下届村主任了。你怎么这么确定啊？我是老赵家当家人呐，只要村民大会上老赵家村民都选我，那肯定过半了，那我就是村主任呢。孙书记，咱这样啊，咱俩达个口头协议。 只要您同意了，一点头，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。当村主任和办民宿，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儿。这也绝不是能用来交换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懂。这俩事不能做交换哈。哎呦，哎呀，孙书记，我刚才仔细一琢磨，这要是在老宅办民宿，恐怕有不妥，因为老宅里供着我们整个家族的牌位呢。老宅是我们所有赵姓村民中心中最神圣的地方，要是有游客随便踏足，怕是对我们祖先有所不尊敬啊。 那我这个当家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啊！要不孙书记，您让我再想一想。您先坐着，我现在就赶紧好好想想。您坐着，我现在就开始想，我得好好想想啊！您坐着坐着。哎呦，这个老宅办民宿啊，我真得好好想想。哎呦，其实啊，你办这个民宿，你应该第一个来找我呀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这房子，他们都称之为豪宅啊，对不对？ 是，但是可能还得稍微改改啊，尤其是您这里边啊，可能有点偏土。嗨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这里边当初就是设计师给我设计的，依我的意思，我应该把它全包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但是也不难改，啊，您要同意办呢，到时候您交给我，我来负责帮您找人，重新设计。 把里边再增添一点甜盐去腥就可以了。那这房子交给你了，啊，你自己想怎么设计，咱就怎么设计，听你的。那咱这么说定了，小菜一碟儿。富贵叔啊，再尝尝这茶。富贵叔啊，这要不说您这不愧是咱们村里的首富，对于新开发的这些产业，您思维跟的就是快，步子跟的就是紧，啊。孙书记啊，但是有一点哈。 我就一个条件，您说，你得支持罢免李乾安，得让赵玉玺来当这个村主任。不跟你说，今儿就咱俩，你说心里话，您觉得这个赵玉玺他适合当村主任？长相是寒碜了点儿，但是可以通过衣着打扮来提升他的气质。我不是说长相。 我是说玉玺这能力，包括综合素质，您真的觉得他适合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哈哈！我告诉你，孙书记，老八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跑去道贺的，第一个抱着他。我当时这么一掂量，我就预言了，这孩子将来一准能成为村干部。你就让我这个预言实现了吧，孙书记，我就这么一个条件。 只要让赵玉玺当了村主任，民宿我一定干，好吧？对不住，福贵叔，这事儿啊，我还真不能答应。美凤，哎，哟，孙书记，给我拿瓶矿泉水。啊，水啊，等着啊。来。啊。哎呦，你这是跑哪去了呀？ 妈呀，都渴成这样了，我再给你拿一瓶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一瓶够了。来来来，坐会儿坐会儿，歇会儿，是不是累着了？来，歇会儿。哎，美凤。啊。你们家地也不少，你们家为什么不弄个民宿啊？干民宿啊？啊。嗨，我开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这不是开着小超市呢吗？我这超市都忙不过来。你精力这么旺盛。 我觉得你都不用分一半的精力，你就能干一个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民宿干起来了，你还有个超市，这以后到咱村里来的游客多了，那到你超市买东西的人不也多了？你可以两份钱一块挣啊。想着是挺好的，但我就觉得吧，你看哈，孙书记，办民宿他不得前期投入呀，装修啊、改造啊、买家具啥的，那不得花钱吗？ 你要钱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想。哎，不，那倒不是钱的事儿，我是觉得吧，就投入，这，再怎么着也得几万往上走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些钱投进去，啥时候能收回来还不一定呢。村里谁愿意办呢，就让他办去。他村里办好了，这个游客也多了，生意也好，不都得到我这超市里边买吃买喝的呀？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我就也不投入，我还有收益，是不是这样挺合适的？美芳啊，我发现咱们全村啊，谁都没你会算。走了啊！哎，你把这瓶拿上呗。哎，不拿了，挺贵的。有需要啥再来啊。哦。金儿，哎，孙书记，出去了，都在呢。来，坐。好。有瓜子，来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啊，不用，我这儿有。这个正好你们都在，啊，我来其实就是想来再说说民宿的事儿。哦。今天啊，我去找了老赵家的人，找了玉喜、富贵，还有美凤。可是他们啊，目前暂时都不太感兴趣，不太想动，所以我就想过来再跟你们二位商量商量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发动其他村民，有没有感兴趣的，先带头干起来一下。孙书记是这样的，这个办民宿啊，开个农家乐啊，是挺好。其实这件事儿啊，对他们赵家是有利的，他们种蔬菜，现摘现卖，这不挺好？可是您看，您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不搭理你。除了赵家之外，那些杂姓的，那他们就更没有动力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们也不是说不搭理我刚才不说了吗？他们目前就是没什么太浓厚的兴趣，就是不搭理嘛。再说了，如果说这个民宿办起来，这大家都挣钱啊。哎呀，孙书记，我嫂子呢没说明白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你也知道，他们老赵家对我这个村主任一直不满意，赵玉喜啊、冯进宝啊、刘富贵啊，天天琢磨着怎么罢免我。其实我嫂子刚才说了，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呢，对老赵家是有益的，是。但是他为什么端着不动呢？还不是想拿民宿这件事儿当筹码，来要挟你支持他们。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姐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办民宿，他绝对不是说对这家对那家，这是对咱们全村都有益的一个事情，是吧？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分这个什么赵姓啊、杂姓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要分啊，他们觉得他们姓赵了不起啊，他们姓赵了就得在村里掌权啊。哎，孙书记，咱们村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把这个多占私占的土地给清理了。我统计了一下。你看啊，冯进宝，他们家开超市，多占了3亩的宅基地；赵玉山呢，私开了3亩地来种菜，这都没往上报啊。哎呀，他们老赵家很多人为了种菜，都私自流转了不少土地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。是，咱们村啊，必须要在这个土地清理的基础上，才能顺利推动这个新产业的发展，包括你那个民宿业。可是。清理这个私占多占地的事儿，如果你现在马上一搞，这不就是马上引起了赵姓和杂姓之间的纷争吗？哎，谁说不是？你说现在这种状态，我觉得不适宜推理这个土地清理的事儿，应该把民心呐，它稳定下来。就是孙书记，哎，不是哥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你别插话。孙书记，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我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我来找你们说民宿的事儿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，你们再考虑考虑我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想想。走了。哎，孙书记，孙书记走了，这就走了，慢走啊，孙书记。哪天过来吃饭来哈。你亲自跑了一天，一家都没发动起来啊？全是提条件的，做交易的。这看来你在我们村这个影响力岌岌可危啊！我有影响力吗？现在我算看明白了，要想在这后石沟村做点事儿，怎么也绕不过赵姓和杂姓之间的村民之争，绕不过哪一派来当这个村主任。我就想不明白了。 好好的，这么一个对全村发展都有利的事儿，怎么就是推进不下去呢？这我可帮不了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上个月的工资啊，我自己在账上拿了。我明天请半天假，我要去城里银行还车贷。行吧，正好明天我也进趟城，我搭你车。你进城干嘛呀？市里召开第一书记述职会，从我们这届下乡书记里抽选了20名。 各自汇报自己工作，交流工作经验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背，还被抽上了呀？你这下惨了，你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啊。我成绩小吗？你成绩大吗？一边待着去。得嘞，那您明天别坐我的车。走，兰兰。 为切实响应19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，我们把精力主要聚焦在了精准扶贫和大力引进新产业上。我们充分利用本村的地理自然条件，大力推进特色养殖。同时，我们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，解决了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。根据我们村的特殊的村情啊。 我们下了大的力气去推行新农合全覆盖，为所有的留守老人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社保和医保的问题。针对留守儿童呢，我们建立了定期走访的制度。曾光明啊，哎，干什么呢？玩笔啊。啊。 该你发言了。哦，我这次去的是后石沟村，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啊。我到了之后呢，我们村就出现了2个非常大的事情，一个呢是这个农药蔬菜，结果造成社会对我们后石沟村生产的有机菜出现了普遍质疑。不过还好，经过下大力气整改。 我们新一季的蔬菜销售已经正在恢复之中。再一个呢，就是煎饼业。一方面呢，因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；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咱们西海市的一个富三代，购买我们所有的鸡鸭煎饼送到养猪场这个新闻，造成了我们后石沟村的煎饼彻底出现了滞销。总之呢，我去后石沟村这仨月。 主要就是做了一个救火队员的工作，跟以上发言的几位第一书记、几位同事相比，的确是没什么。我说完了。完了，你可以再想想。确实汇报完了。哎，孙书记啊，你好像还有一项工作没汇报呢。 听说你把特色餐厅开到了后石沟村，还把西海的大厨轮流调到你们村做菜。我有朋友可去吃过了，你们猜他们怎么说？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孙书记，你可是充分发挥了西海市首席食评家和大厨的本色，在村里边开启了餐厅。 你这个成绩可不能不说呀！啊，这算什么成绩啊？做饭就是爱好，主要还是编辑编辑。孙书记，你看啊，我们村想请你来我们这儿介绍一下经验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也整一个特色餐馆啊？你们村啊，怕是办不起来，为啥呀？因为你不是大厨呀。真是对不住了，于书记。怎么了？今天这述职会让您丢脸了。于书记好。哎呀，为什么？没做出什么成绩，所以我自己情绪也特别低落。哦，这情绪低落就不能做菜了，是吧？ 其实这个厨艺啊，跟心情有特别大关系。主要是我担心发挥不出正常水平，让您失望。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，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先去做菜去。行，那我尽力吧。尝尝怎么样？嗯，好。我尝尝啊。味道怎么样？苦瓜的苦味儿，加上虾仁的清香，有创意，开胃，好吃。太好了，那您就多吃点儿。嗯嗯。尤其这苦瓜，哎，苦瓜好，苦瓜对这个控制血糖有好处。 哎呀，最近工作很忙，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不太好，人消瘦了不少。嗯，那您更得多吃点儿，多吃点苦瓜。嘿，好好好。虾可以少吃，多吃苦瓜。哎，我说，你今天让我吃苦瓜，是不是有什么苦要跟我诉啊？没有没有。我说，就算是有，嗯，我这点小苦小难。 跟您每天面对的大风大浪，那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我就是想说，这个苦瓜呀，嗯，作为食材，它很有特点。它自己再苦，它也不会传给其他的食材，它苦得特别无私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，说正事。嗯，于书记啊，嗯。 其实今天这个第一书记述职会听下来，嗯，我真的特别汗颜。为什么？跟其他村这些第一书记做的成绩比起来，我做的真的太少了。上次您说了我之后啊，回去我认真想了，我也真的是想认认真真，多给这个村做点实事儿。可是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什么阻力？说给我听听。主要是人心不齐。 这个后石沟村啊，有一个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就是这个村呢，有60%的人都姓赵，他们一直占着一个主导地位，而村主任呢李建安，他又是外姓，是杂姓，所以这个村啊，不管什么事儿，都存在这个2派之争，谁占主导地位，对谁更有利。今天这些第一书记们呢，取笑我。 说我是个厨子啊，说我把这个特色餐馆开进了后石沟村。嗯，其实没错，我就是想把这个民宿业在后石沟村看看能不能推广起来，啊，其实我跟谁都没说，我已经做起来了。我就是想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，先做出一个典范出来。后石沟村呢和周围的几个村子，前几年我去过，自然条件很好。 搞民宿，应该是条路子，可是推动不起来啊！我自己这个做起来了，没人跟进，有钱的没钱的都一起嚷嚷说自己没钱。我呢本来想说服几家条件不错的跟上，结果呢，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又绕回到了2派之争上。我工作了20多年，这种情况。 确实很难办，于书记啊，嗯，其实我今天来啊，我还有一个事儿，说，您手上有不少专项资金吧？嗯，您给我批点儿，就作为支持我们后石沟村民宿业发展的专项资金，我带回去。回去之后，我这腰杆立马就硬了，我说话也管用了，关键所有的事儿都能推广起来。好小子啊，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不会给你任何特殊的待遇，也不能给你钱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给你支个招。钱不给，能有啥招啊？记住了，孙宝明，村民可以有派，不同姓氏之间可以相争，但你是有组织的人，你是第一书记，你有自己的队伍。你不是孤身一人，懂吗？你发什么呆呀？我没发呆。我回去啊，要召集我的队伍。你的队伍不就你一光杆司令加我一小兵吗？用得着召集吗？你不懂。不过以后啊，看你表现，我到时候也可以把你发展。发，肯定不是发工资啊！别想多了。那发展什么？那要看你未来的表现。开全村党员大会啊！对，后天下午2点，一起过组织生活。孙书记，这个在村里的党员呢，好通知；可有些党员呢，在外面打工，还有些长期住在城里。在外打工住在城里，这是不参加会的理由吗？切好的菜，煮沸的水，生活不过细碎。熬制的汤，佐料在调味，技巧也十分哲学。点一盏灯，照亮盘杯，沉浸时刻的美，安然咀嚼，慢慢着体会，那些心事会纯粹。这些年有多久，酸甜苦辣在心头，越碰触越感受，原来回味是那么的醇厚。这人生有多少美好依然值得拥有，岁月酿的长久，只为心再次温热。这些年有多久，酸甜苦辣在心头，越碰触越感受，原来回味是那么的醇厚。这人生有多少美好依然值得拥有，岁月酿的长久，只为心再次温热。切好的菜，煮沸的水，生活不过细碎，熬制的汤，佐料在调味，技巧也十分哲学。